大家好，我哋系香港教育大学特殊教育支援组嘅袁姑娘同埋谭姑娘啊。咁今日个游戏咧就叫数字糖之豆，咁个对象咧就系俾幼稚园咧或者初小嘅小朋友啦。咁其实嗰个玩法咧就系按递增或者按递减的顺序咧连接数字方法。咁咧就即系向前顺数啦，一至十，同埋向后顺数咁样咯。咁咧今日咧我就想分享有三個目的啦，即係 for 呢個遊戲啦。咁第一個咧就係小肌肉運用，咁就係咧旋鈕進行連接啦，咁然後就係拉出拆走咁樣啦，連接同埋拆走啦。呢個數字方法咧，我覺得佢哋設計嗰時咧都係有顧嗰個人體工程學。形狀咯，因為我覺得咧，即係佢嗰個設計嗰個形咧，係好適合咧啲小朋友嘅手啊，即係揸上嚟咁樣咯。咁第二個目的咧，就係認知啦，咁就可以學各種嘅概念啦，例如數字啊、顏色啊，同埋即係英文字母都可以嘅。咁第三個目的咧，就係執行功能啦，咁就可以針對記憶啦、專注力啦。遵從一至三的步驟指示啦，同埋咧頭腦靈活性以及計劃同組織能力咯。咁如果真係冇呢 set 玩具咧，咁其實咧可以用咩代替啊？咁如果你屋企咧有一啲Duplo 啊，因為 Duplo 有時有啲數字啊，或者佢哋可以有啲貼數字貼紙黐上去咯，咁嗰啲 Duplo 嘅積木都可以嚟代替。我今日會介紹三個遊戲玩法啦。咁第一個遊戲咧就係排序，咁咧就家長咧同小朋友咧可以輪流咧俾一至三個步驟指令咯，咁咧就可以首先針對嗰個順序數字啦，或者可以針對顏色啦。咁如果佢哋兩個都係好順適，即係好適做到啦，咁我可以針對兩個概念都可以同時一起做咯，即係可以針對數字同顏色一起。咁咧即係而家我哋示範下啦。咁好啦，小珍媽咪咧，今日咧就會同你玩一個方塊有數字嘅方塊嘅遊戲啦。咁你就要好留心聽我個指令喎。你聽完咧，你就可以自己咁樣連接一齊啦。呢、這個方塊，係啊，可以整到好長噶。好啦，咁首先手放大髀。好聽，係啦，欣賞你聽媽媽講啦。咁好啦，我就俾第一個示範啦，就係用顏色啦，咁就去小朋友咧就要聽嗰個顏色同埋一個兩個步驟嘅指示咯。好啦，首先俾粉紅色，然後就俾黃色我啊。粉紅色。黃色俾媽媽俾你問我。係啦，好好啊，咁好啦，咁我就俾你可以黐埋一齊啦。我哋可以拖手啊。哇，好大力喎、可以轉。係啊，好好玩嘅。做得好好啊，真。咁咧，第二個示範咧，就會係想針對數字同埋三步嘅指令咯。好啦，今次又再留心聽，你要就要俾數字一、五同埋八。一、五、五喺度，同埋八，八呢個。系啦，做到啦，有啦，咁你就可以黐埋一齐啦，可以拖手，拖手。咁第三个例子咧，就系、可以针对两个概念啦，同时针对两个概念，可以针对颜色同数字啦。好啦，小珍啊，今次咧系。有挑戰的，有少少難的，你
覺得你自己有冇信心做到啊？我應該做到嘅。你覺得你應該做到，媽咪都覺得你可以做到嘅。咁你要留心聽咯喎，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。好啦。咁咧，我想你攞橙色、由四號同埋黃色。橙色、橙色、四號，頭先見過四號同埋黃色啊！哎呀，好近我啊，黃色。哇，好叻啊！係啊，你做到啊，真、做得好好啊！佢哋咪要拖手啊，跟住。係啊。哦，拖手。睇佢哋一齊拖手。咁呢個遊戲咧都係針對遵從指示啦，同埋頭腦靈活性咯。同埋咧，家長可以先評估小朋友咧，佢可以獨立完成幾多個步驟啦，咁先至確定咧要俾小朋友幾多嘅步驟的指令啦。咁如果一旦小朋友可以做到某一個步驟咧，咁佢就即係如果可以咧，九成都可以做啱啦，做得啱啦，咁就可以增加嗰個步驟嘅數量咯。咁但係咧，即係而家夠講啦，如果佢做錯咗啦，咁我哋應該點矯正佢咧？咁咧就可以其實咧分開嗰啲步驟嚟叫佢做咯。咁就可以講出第一個步驟先。咁就要等小朋友做出第一個步驟，咁佢做咗就即刻嗰時咧就俾第二個指令佢啦。咁好啦，我哋再試多一次啦。首先俾一，然後就俾六我六，係啦，一同埋六做到啦，小張欣賞你，係啦。咁但係咧，之後咧就要睇下嗰個小朋友咧，佢其實係咪適合咧學識聽兩個步驟嘅指令咯。咁如果佢識咧，即係如果係適合佢咧，咁我可以之後咧再針對佢即係兩個步驟嘅回應咁樣咯。咁但係如果你發覺咧，佢其實咧佢係做唔到兩個步驟嘅指令嘅，咁但係一個步驟佢係即係可以跟到，可以做到嘅，咁我哋就可以好似頭先咁樣啦。首先叫佢講咗，即係首先咧家長就講咗第一個步驟指令先，咁由咧小朋友開始即係做第一個步驟嗰個回應嗰時咧。攞第一個步驟嗰個咧，咁家長就開始講第二嘅指令啦。咁然後之後咧，佢可以做到呢樣嘢係啱嘅咧，做出係啱。咁然後之後咧，就可以加到兩個步驟啦。咁第二個遊戲玩法咧，就係數字踏高。咁就係如果個小朋友答得啱咧，就佢可以就踏高一塊咯。咁就家長同孩子咧就有一個就俾孩子一個特定嘅問題啦。咁直到所有部分呢啲方法咧可以踏高起嚟啦。咁小朋友咧就可以嘗試提出問題嚟問父母都得嘅。咁咧家長可以咧跟孩子個年齡同埋能力咧嚟決定針對邊種概念咯。即係例如佢可以針對顏色啊。即係要攞粉紅色咁樣啦，或者可以針對數字啦，要攞二號咁樣啦，咁可以係even and odd numbers， 即係單或者雙數啦，或者可以係多或者減嘅數量嘅概念咯，即係可能小珍啊，你要攞一個咧係數字大過五，但係少過十嘅。咁哇，好叻喎，做得好好啦，就係即係係呢個咩數嚟字嚟噶？八咯，係啦，呢個八號，咁八咧係真係大過五，同埋咧係細過十嘅，咁所以佢就攞得啱啦，咁佢就可以踏高咯。咁仲有可以加減都可以針對啦，仲有咧即係英文嗰啲。字母配對啊，或者聯想都可以嘅喎、哦。咁如果英文字母配對咧，你可以問
個小朋友，第一個顏色咧係B 開始嘅，嗰、那個英文字母係用 B 開始嘅 ，blue， 呢個 blue， 係啦，啱啦，係，好好啊，就係、是、即 blue 咯。咁或者如果可以聯想咧，就係、是、即如果都係針對 blue 啦，可以係。找一個方法的顏色跟媽媽的衣服一樣的哎呀真真的做得好好啊，找到你媽媽的衣服藍色，所以你是見到找到藍色的方法、啊、就是這樣玩了。那第三個玩法呢，就是一個數字拼拼比賽啦。咁就咧，首先家長要準備一啲問題卡啦。咁好似我已經即係有啲卡，咁啊寫咗一啲問題。咁我就今次想針對係數字啦。咁就點玩呢？就首先咧就放嗰沓卡，咁咧反轉放嗰啲問題反轉咧，放喺個台，同埋啲方塊都係放喺台中間啦。咁一個人咧就出一張卡，咁我見到係白咯喎，咁白咧，咁就咧要一齊玩嗰啲咧，就要睇下邊個最快可以攞到白咯，係啦，咁小珍阿珍就攞到啦，咁佢就可以放去自己嗰度，咁如果咧佢下次又再攞得最快咧，咁佢就可以再自己即係 connect 即係連接咯，咁睇下邊個咧可以。最尾咧連接得最長嗰、那個嗰個啲方法咧就贏咯。咁呢個遊戲咧都可以針對咧小朋友嗰個反應咯，即係令到佢可以咧答問題咧嗰、那個反應可以快啲嘅。咁我哋係啦，咁我哋有一個咧就可能係五加四咯。咁就五加四等於咩啊？五隻手指。九，系啦，咁去边呢？咦，系喎，你快过妈咪啦。你好啦，咁我而家即系有少少嘅建议啦。咁喺张卡咧，除咗咧写出要小朋友学嘅概念啦，或者即系要针对可能系加减咁样啦。咁但系都要喺张啲卡嗰度咧，即系都要预备一啲。問題咧係小朋友覺得係簡單嘅，平時都好容易答到嘅。因為咧，如果全部啲卡都係針對佢即係而家要學緊嘅嘢，可能對佢嚟講有啲難咧。咁咁佢個推動力咧就會比較即係少，咁然後就未必想玩嘅。咁所以咧，即係記住，可能即係喺啲卡入邊都寫一啲容易啲嘅答案問題俾佢。咁令到咧佢有一啲即係可以鼓勵佢，令到佢有啲成功感，咁佢會繼續即係想繼續玩咯。咁最後一樣嘢咧就係、是、即係因為呢啲其實呢啲方法咧比較難，即係連接同分開嘅。咁尤其是對於咧，即係好細啊，或者嗰個肌肉比較弱嘅小朋友咯，咁呢啲方法可能好難佢哋連接同埋拉開嘅，咁所以避免啲小朋友咧感到挫敗咁挫敗啦，咁咧家長可以咧首先可以動手同小朋友連接咯，咁然後咧小朋友咧可以之後即係做到。好啲嗰時，你見到佢係容易，即係覺得冇咁難咧。咁你可以俾佢自己即係冇幫助個情況，可以將佢拉出嚟咯。家長幫咧就係、是、我哋一齊連接，耶！好啦，試下拉出嚟啦。啊，好好啊，係咁，然後咧之後咧就慢慢家長就退出我哋嘅幫助啦。咁就係首先咧，就針對佢拉開先咯，即係要佢自己拉，識去做到拉開。好嘢，係啊，拉到啦。咁佢因為拉開係容易過，即係要連接嘅。咁最後一樣嘢咧，
就是記住呢、這個整個過程呢就是要俾一啲回應嘅小朋友啊，所以佢做得好，佢你見到佢真係有用心有用力做咧，就記住讚賞啊，俾讚賞佢啊，令到佢會繼續去嘗試啊。就咁咧，我哋就今日講到呢度啦。咁希望你哋會翻屋企試下啦。咁同埋其實如果你哋都有一啲新嘅玩法啊，咁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嘅。嗯。好啦，咁就咁多先啦，拜拜。